辛苦分。来，我们的志廷往前铺，写了任选一名队员，并邀请对方队友中的一人完成公主抱。哎，志廷，哎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你会选择谁呢？是要选择，哦，对方的队友是不是？对方队员要选谁呢？谁最亲？我选雪鹰公主抱我啊！啊，哇，雪鹰你可以吗？哎，我试试。哇，来来来，真的要试一下。我现在想赢了。算了，但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，要不然可以给大家就是撩一个上来，好不好？这样，对，这样也能抱起吧？对，今天雪鹰主动的做一个一半，主动的确定吗？真的，我试一下。确定可以不用全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给媒体老师一点这个反串的拍照，来，你抱一个腿就做一个样子，然后一边在像，来，我觉得够一个起来可以，来，哇，然后一起来看一下中间的。有抓到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这是我们的雪鹰，算是给你解了个围。但是我觉得志廷既然是让你邀请对方的队员，我觉得，哎，要不然你邀请你的九弟，我觉得来个公主抱你可以吗？你公主抱我，你确定能行吗？你们谁抱谁啊？当然可以。不是，任选一名队员并邀请对方队友是音乐是完成公主抱。我觉得你抱你情敌会逗一点。不用了，我现在是主持人，没有办法，就是接受这个。志廷，你不爱你的九弟了吗？我爱他，但我不爱他抱我。那你要不要？七哥，我听你的，听你的，听我的吧，听七哥的。嗯 ，OK。好啊，是。来，他要被抱。来，小心一点哦。可以抱起来吗？来，小心。哇，还能转圈圈。好，谢谢媒体，有拍到吗？我们的媒体老师看到我们家族基因有多好了吗？多壮，你们哦，那我们就下一题了。下一题啊，下一道有点晕是不是？